般发球的时候都是可能相对来说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板型，因为这样更容易板型更侧一点。翻球的话，像一般如果是专业的话，有的因为他们练很多年，可能翻球会习惯性调到他们正常的板型，可能还是在于发完球这种快速这种换拍，还是在于发完球看发球的质量，再一个发球这种击球以后这种瞬间的这种手指和这种板的这种记忆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专业运动员在这方面常年累积，可能这种在记忆方面要比业余的可能更多一点吧。发球一般就是这样的板型。一般都是以侧旋为主吧，一个是相对拱一点，一个是相对可能是软一点的。关键还是一个板型的控制，再一个可能击球点的位置可能还是有一点区别。可能，如果拱的话，可能接触球底下一点，需要接兜住球的底部，然后往前掏；可能软一点的话，就有点接触球的正面的下部，可能相对就是控制。发球还是可能手啊手指用力更多一点吧，重心还是有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往下压，可能再加上手啊手指在接触球的时候瞬间有一个摩擦才可以吃住球吧。各位球友大家好，我是马凯旋，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马龙的正手发球技术。业余爱好者学习这个发球的时候，首先要注意的是它的重心，就是说发球之前重心要压在前脚上，马龙这一点做得非常好，而且随后的动作重心的帮助都是显而易见的。大家可以看他发球结束的动作，明显的有一个前送和缓冲，这样呢就保证了出球的弧线和质量。